Are you okay? Hello, thank you. Thank you.老弟，这都几点了，睡觉吧。起，我先去睡。起了吗？对嘛，老弟，睡觉。早睡早起，健康好身体。对，哎，说对。一个字，绝！我要送我爸一个礼物。老弟，你觉得你有男人味吗？肯定的，看我的肌肉，哎，我能打你。来来来，我先撤了。跳！我说的动作要能完成，你就有男人味。说，双手手指交叉，手心朝下，往下推。你能不能笑着看到你的脚后跟？我是女生，老爸，你说我和老弟作为你的儿子要有阳刚之气吗？肯定啊！我是女生。你在做什么？老爸，你这样做的不对，你做不对，你要笑着做，笑着做，来做。你看机。老弟，刚才老爸是不是从背后打你头？我教你一招，当别人从背后袭击你的头时，来打我，交叉摔，交叉摔，来，你来试一下。待て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私たち別に怪しいものじゃなくて。老弟，今天是长两生日，能咋的？我想今天成为长两友好了一点。我刚学到西餐，今天中午做给你吃，长两好好过生日。哎呦，那太好了！这道西餐我刚学的，不太会做，我会努力把它做到最好。吃完了，你这是在欺骗！你把那面吃了，吃完咱们吃蛋糕。老弟，你等一下，这叫饼干蛋糕，做的像泡面，它就是用蛋糕做的。好了，不是，你把愿望说出来，咱们都听听。我的愿望就是，今年我的段位能达到黄金。是能给我一把完整的游戏。我的愿望就是成功帮老弟戒掉网瘾。准备了一个生日礼物，闭上眼睛跟我来。
不管说了。你玩的啥呀？烦死了！给我玩去！给我玩去！你行你！嘿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妈的哟，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私たち別に怪しいものじゃなくて。你这样人行吗？啊，空调开这么低，睡觉也不盖被子，你这样容易着凉，容易感冒，你知道吧？我是来给你盖被子的。谢谢。来，给你盖个被。一个字，绝。阿妈，老爸出差一个星期了，你想不想他？有那么一丢丢想吧。想他，等他今天回来了，就给他一个拥抱，该让大家看看你们恩爱的一面了。哟，老爸回来了，回来。老妈，老爸回来了。你是一只飞鸟，飞上我的树上，从此繁微的生活变得热闹。我知道你会为我停。啊？不是啊，老爸，你没看到老妈？哟，没注意。老爸，你一个星期没和老妈见面，见面了不像拥抱一样吗？不会。拥抱你不会啊？不会。那公主抱呢？抱你妈能叫公主抱吗？抱你妈叫一二三七滚。Nice。你完了。你的意思说我很重啊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吗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没有那么重啊？没有。还说一遍。没有。老弟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哎，什么事啊？又是你和老爸的打招呼方式，能教我一下吗？对，咱们反过来 ，A L A L A， 学会了吗？咱们来一遍。来，老弟，哥，哎。Are you okay? Hello,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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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ye.我操！你整我干嘛？我无聊啊。那这样，你借我500块，我可以让你雇人。给你500。你现在就想方设法让我还你钱，你就不无聊了。还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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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还你。不是，你这继续才一分钟了，你再用啊。我再多给你100，我不用了，行吗？你为什么天天扯我们？我不是说了吗？我无聊。你无聊不就是你妈？对你们扯老妈吗？扯你妈，我们才一般的，多好啊！
待てよ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私たち別に怪しいものじゃなくて。